Love me like this, love me like that, love me like this, and I love it right back. Hello, 咱们今天来拆 MX 糯米香香的新专，然后这张专辑也是在 Target 买的，里面有一张特点卡和一个预售海报，然后我买的这个是 A 版本的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拆砖。拆砖之前呢，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加关注。我们现在来拆砖。我们现在来打开，把这鬼灯打开。是先把配置放在一边，那小卡应该是放在夹层里。我买 A 房是因为它这个特点卡的那个造型嘛，是和 B 版一样的，所以我就想说买 A 版的，这样说就可以拥有A 版的造型和 B 版造型的小卡。我们还是先来浅翻一下封头布。而且我觉得 A 版造型非常酷炫，叛逆女孩。是非常简单的凉粉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配置，首先是 CD 盘，然后它在主打歌这边调了对勾，就非常简单的一张 CD 盘。然后是歌词纸，这也是一张，应该是就是按照数字连线，可以连出一个第一张纸。然后这就是预售里的海报，这是非常大的一张海报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小卡，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张是是我们的雪云。两张都是雪云，一张是他给的，一张是普版 A 版。
当当，这就是这次的拆砖，我们两张小鹿学院的卡。